艺术学校的学生，他们会印那黄色的布条，然后上面会写着谴责国家暴力。还有一个女学生在墙上用喷漆写了"当独裁成为事实，革命就是义务"。结果没想到三月二十三号的时候，我们去占领行政院，警察局长竟然命令政报警察把行政院里面的人全部都驱赶出来。警察在驱离行政院的学生的时候，大家就会手牵着手，然后一起坐在地上，身体打晃。下火车的人最恐怖。可是如果他们不这么做，根本没有人会听他们说话。你觉得这样做之后有人听吗？拿自己的生命当赌注，终究只是别人的棋子，其实很悲哀。